把这个原封的贴纸给它贴到包装盒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底下还有一张。对，就是一直对不了那个，讲的东西跟你所做的动作是一样的，就是动作，不能动作这样子。非常简单就解决了，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。搞定了，就这样一台原封的苹果13 Pro Max 搞定了，这就是滑翔杯。